非常高兴，也很激动，看到能这么多的朋友们来看我们中国人的表演。昨天，我们赛队邀请了中国民乐团的音乐家们，在旺代赛事村为法国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独具中国风情的古典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不仅丰富了赛事村的活动，更将中国文化之美带到了异国的舞台上。民乐的悠扬旋律在场内回荡，观众们沉浸其中，掌声不断，现场氛围温暖而热烈。让我们尤为感动的是，法国民众对中国赛队的支持和偏爱，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在主场一般的亲切与鼓舞。这场音乐会作为我们感谢法国市民的一份礼物，也表达了中法友谊中爱与尊重的主题。当地市长也出席了本次音乐会，并在现场与来自中国的海口市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会晤。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在这场特别的音乐盛宴中拉近了距离，愿未来在海洋赛事和文化交流方面展开更多精彩合作。